亮是晚间利空消息一览，将全事业终止筹划，重大资产重组，股民信软件不看了，不退市就留给孙子。牧原股份大幅下修半年度业绩预告，股民今天买入的悲剧了，公司中报业绩大变脸，明天至少跌五个点。仙山药机两名实控人质押的股份或被平仓，奉行股份持股 5% 以上股东拟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264万股，安克致电股东兼创能新拟减持 1.71% 股份，沃森生物现 11.24 亿元大宗交易，折价 14.1%。 哈森股份子公司辞退73名员工，云南白药和和集团拟减持公司不超 1% 股权，中院海特上半年净利同比下降近两成，乐视网相关违规对外担保事项的法律效力存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